晚上好，Hello，Hello，晚上好，Hello。我现在已经回到家，吃了一点晚饭，然后刚刚给自己泡了脚，因为我今天受冻了，因为好不容易感冒刚好，然后我就刚给自己泡了个脚，然后刚刚换上就是居家服，然后躺在被窝里，还没有洗澡，还没有卸妆，但是穿了居家服，我洗了啾啾。已经好几天没有给大家直播了，不知道你们最近，昨天也是很随便，很随便，就是直了个播。哦，啊对，因为这个滤镜显得我头很绿，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绿的，一点点。想我？嗯，对，今天我也累得要死，一会儿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直播睡觉，所以大家尽量跟我讲话，嗯，感觉已经很多天没有见到大家了的样子，是吧？我妆其实已经掉差不多了，不如素颜直播。其实，但是呢，但是我又暂时不想卸妆，对，虽然也没有什么东西啊。今天本来是要排练的，但是我今天去拍摄没有办法排练，等明天再去排。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排，因为毕竟就是我是过去讲 MC 的，嗯，很多天没见嘛，反正是确实前段时间发烧了，就一直也没直播。嗯，对，小四的助演。啊，前两天发烧了，嗯，我觉得是好的差不多了。今天就动了一下，今天绝对不能再生病了，我刚好，要不然我受不了了。因为其他时间就没有时间了，就这次的话，我今天大概有拍了6套图吧，应该可以发一段时间，蛮开心的。白细胞们应该被锻炼的还不错吧。新的一个月了，这个月的目标要更高，这个月要把上个月的赚回来。因为我听说我们那个对，就是 SH 金曲的对歌没有人参加。然后听说那个 New Plan 就是之前正好投票已经截止了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也谢谢大家啦。所以我今天会有点皮，因为我早晨很早就出门了，然后出门之后晚上又要，所以晚上又一直在受冻，再到了那个暖和地方就会有点困。嗯。这个月要把上个月的，大家一起加油吧！然后今天也是1号了嘛，那然后这个离谱，你肯定要月初我们就给办掉了，因为本来说月底嘛，月底不是发烧了嘛。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也很少，就是很久没听我唱歌了，但是最近嗓子可能，它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你们应该能听出来，它有点刮嗓子，但是你们放心吧。就是感觉已经很久没跟你们聊天了，我也不知道最近大家都发生了什么，因为我比较活在自己的，就是每天在干什么，但是感觉你们还都挺开心的，我就放心了。因为还是挺多人催的啦，因为确实是我答应你们的了。马上就要圣诞节了，我们怎么过这个圣诞节呢？好想开心的过圣诞节。跟发卡说了，打算一起去环球。不要拆散你的白细胞、红细胞这样好吗？你看是不是看很多那个细胞的那个？
对，工作细胞。嗯，我也蛮想给一锦庆祝生日的，因为每年都只是送礼物，没有见到面。过生日这一块儿。嗯，因为我也是金曲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成绩是如何。不过我也是第一次跳七人曲，然后也大家一定要 focus 陈浅南啊，你们不 focus 也行，我肯定会很自然的让你们去 focus 我的。那谢谢陈浅南的宝贝女儿送的圣诞树。自动 focus 的厉害了，给你们摆在这里吧，睡觉了。把白色的枕头弄脏。我拿了一件衣服，然后这样子我的枕套就不会弄脏了。然后我睡觉一定要抱着东西。那我拿裤子蒙脸好了。睡觉。好好笑，不行，太好笑了。我的眼罩呢？放心吧，我的粉丝没有听过我说梦话。这样上半截，这样吧。
哦，这行啊。我们今天发照片，发的照片就是摄影师。比呼吸重是因为我鼻塞。不要发了。都给我震醒了。我憋得慌，等睡一会儿就醒，睡不安稳。算，可以睡着的，我可以，就刚才那个电话，刚又睡着了，鼻塞的，
睡得不是很安稳。知道了。你们唱歌。那我去卸妆，我一会儿把感冒药吃了，睡得不安稳。晚安哦。晚安。